下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我的刚刚对。对嘞。他装的。他现在嘞？然后我再按他不起来啊。怎么现在好像比较没雨了？看他写什么？没有开啊。开了。现在开了。好。哎，不对，出现一个什么打勾。好，都不要忘，不要动，开始有秒数了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刚刚有个打勾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一个圆形中间打勾。是湿，怎么看都是湿。一直湿，一直湿，哎！突然觉得我决定滑下去是对的还是错的？今天就是准备湿透透了。昨天的家比较幸运，有玩到好玩的 Grand Deco。今天的家比较衰，下雨的 Grand Deco 不好玩。我这样站着，我脚会酸呢、欸。我就直直站着、欸，我直直站着，为什么我脚会酸？好不好？谁知道？脚就酸的，而且还动不了。对啊，站直直的，为什么脚会酸呢、啊？然后觉得前面很远，滑不到下。这个人有在看路吗？对啊，他是斜切的人，他应该要看路哎、欸。然后我们是直走的人哎、欸，我脚超酸，动不了。有什么有差？就是高度越下雪就越大，现在是已经没雪了。没雪是什么？没有雪了，没有，是纯雨吧。哦。跟拍员，这种慢速我才跟得到。
为什么要停下来？我没有动力啊，不要停下来啊，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。哎呦！初级要走左边，妈妈，妈妈要走左边，初级是那一边。走这吗？不要，还是不要。走到这，那就下。走了啊！后退轮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。